会议由台湾省分会兼主任委员谢东明主席主持。谢主席指出，三民主义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具有三民主义才能够建设安和乐利的幸福社会。出席会议的有副主任委员蔡洪文、常委许志伟以及全体委员30多人。会中决定，12号庆祝大会中将表扬全省推行世代有功人员和实践公民生活实施竞赛绩优的单位，并讨论通过明年全省将加强推行发展国术、国乐、国剧、国画及书法等学艺案。